过一个客人，他是吃在就是阴毛的部分。哦，他跟飞哥一样，是他老公是那个大胡子。哦，哎，哎，怎么用毛的那一部分做他的嘴巴？好有笑，创造力哦！我的口罩拿来。他讲的什么意思啊？我听不懂。他说耻骨上面，他那个哎。他的胡须就是上面那一块还是人脸嘛，只是那一块被我们拿来利用变成胡须。对，哎，这样子不然飞哥会觉得怪怪的。喂，有胡子的人很多，不要乱开玩笑。对。